这盘来不及了，将军一波，啊，跳开，飞向方头炮。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军出击！这盘我的位置好一点。好了，酒桶为什么带猎人的宽刃刀？是吧？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。那是因为我买错了。 但这并不重要。GG。我靠，难受啊！没事，我们把三郎打了，依然可以。哟，看到李青了，好。 他在花里胡哨，走了，打完蓝搞我爆了，对不起，我来了，滚动酒桶，喝一口酒，哎，没事，你是我红，我是你红，大家互换。 这玄鸟并不是我的心思啊，我心里有数的。是时候。队友让我帮他干。队友问我为什么不去。 我只能说，这火男没得救了，太过分了。我来了。哎，好，喝一口酒，管束桶。 平 A， 平 A， 哎，这个线还可以。你觉得好像我没血了，就得回家了？对不起，一个和血啊就能补上来，一定要利用好和血的机制，知道吧？不要觉得好像没血就一定要回家。哟，我们的火男没死啊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得保证他把这波线给吃了。没事，拉到这个地方来打好一点啊。对不起。
没有任何一丝状态过来帮你。这个狼就不打了，放他一马，我们出来再说。主要还是上来 buff 没拿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buff 没拿到还是有点伤的。蓝 buff 拿到就没有这个事，你知道吗？我有蓝，但是现在发育还可以。感谢低猴哥送上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好，他被大鸟吃掉了。弗拉加斯吃大鸟还是害啊？我有这个东西就好多了，上路可以搞一波，这一波 gank 不会被反蹲啊，所以像这种机会，好、啊、算了，他六级了，六级不能撞，六级很容易把我们双杀，特别是贾格斯还没有等级的时候。E 技能不要放啊，在反野的时候，特别是对方是一个肉食性打野，你的 E 技能还是要留着，万一这时候他过来，对吧？上路诺手在抓的时候要谨慎啊，诺手鳄鱼这种都要谨慎。感谢风狐狸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好、啊、他六级了啊，我们再抓。贾格斯不到六不能抓的，搞不好就是被双杀。别交给我，嗯，宋江及时雨。线还可以，我来吃个蓝。阿芒森在下路，刚才在下路打了一波，并没有什么效果。这个蓝 buff。E 技能不要交啊，这是我们反野的一个宗旨。我是个灵活的胖子。不要做一个笨重的胖子，所以一定要留着一。他刚才死了一波，他还得再死一波啊！哎，我来了，跟他打，不抓中就抓上，哎，让他上路再死一波，瞬间爆炸。干哟！感谢。你在干什么？就一百锤锤在你头上，一个大包。这波赶快走，盲僧要来了，好，他走了。他在等技能，知道吧？他到我，他反我的红了，我只能让他。这波只能让他。不过说实话，刚才啊，这个我为什么这波？其实我刚在这地方一下子没下去 ，A 这个爆炸果实没 A 成功，没下去，对吧？所以导致这个情况。那我为什么 A 没 A 下去呢？因为刚才，有位观众送了一个大火箭，我肯定要感谢一下。当然了，我并不是怪你，我并不是怪这个风狐狸啊，你这火箭送的是没有错的。对吧，火箭送的是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呢我并没有做到就是余光能够扫到你的名字啊，所以呢这个是我的问题啊，我的余光扫的并不是很准，所以我一下子往那边一看，爆炸果实没 A 到啊。他的李青到现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我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啊，他的上路没闪，是我的突破口。就盯着他上路抓，中路不好，中路不好抓，中路劫太难抓了。本来这个
火男就晕就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只抓上，要么抓上要么抓下啊，野区也不搞，野区也搞不死，反正我的思路很清晰，上下啊，又来了又来了啊，就是烦。他现在还没有插眼，好，他准备插眼，好，他眼插好了，好，他上去了，对不起，瞬间就来了，啊，这速度太快了，他反应还没反应过来，来跟他干，他看到我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啊，喝一口，哎，你掉线了吗？别动，哎，把他，哎，回来，往回走一步，啊，就这个古拉加斯们控制打得不难啊，他这里有眼啊，上路被我连抓了三波还是两波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并不是去针对他，而是这把我们只有上路很好抓，其他路你抓一定亏，知道吧，一定亏，没有收获，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思路很清晰，刷野抓你上啊，你上不出来我就刷野，我也不会抓的啊，思路很清晰，然后呢，哎，上路搞得差不多了，来搞下路，嗯，好，对不起，收一条轮，这个时候控一条龙很舒服，醉酒狂暴打龙很快。E技能还是不能交啊，在你做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E技能一定不要交，这是我们的原则，不要打破这个原则，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，要做的是刷，疯狂的刷，知道吧，这时候不要再抓了，因为下路已经优势巨大，上路优势巨大，你这时候再抓性价比绝对没有打野来得快啊，而且你老是抓老是抓的话，队友他其实也很影响发育啊，一波配合的不好那就亏大，当你抓的差不多了，对方已经该杀的都杀了，然后呢谨慎心出来了，他们开始防干个插眼的时候，哎，你不抓了，你刷野，刷他个一轮之后发现他们，哎，这个眼消失了，对吧，警惕心没那么高了，再来啊，不用管他啊，不用管李青，队友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啊，我们不管。就卡在这，吃个药，保持满血。好，他以为红没了，实际上我正在打，很明显他没有眼。上路的兵线我们要过来守一下。这个施加虫刷一轮，这一波开始抓了，还是一样抓上或者下啊，那很明显只有上路好抓，你看下路这个在塔下了，不要抓啊，不要抓，很危险，很难配合，要从这里走，知道吧，这边都不要去，都不要去，肯定有眼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10%有眼，那我这里都没推，你看到为什么没推，因为我知道他这里有眼，我一旦推那个花朵过去啊，他就反应过来了，知道吧，哎，我只推他旁边，不要打草惊蛇，金流术啊，喝一口酒，有眼的，你亮牌，听说你亮牌子，你在干什么，他就那个滚动酒桶，他就那个回来，他就那个喝酒之锤，我扛塔你上滚动酒桶啊，你以为就这个古拉加斯怎么说，不谈啊，牌子任你亮，把你炸回来再走，不皮了哈，闪现交闪现交了还死了，他以为我追不到了，对不起，一手爆破酒桶丢雷做人，那个眼我都不排的，我眼都不排的，
真正的高手，记住了，真正的打野高手他是不排眼的，知道吧？我知道你眼位在哪就行了，我不会排你眼的，我排你眼是吗？就让你看到我了，对吧？那我还怎么抓你呢？啊，你一看到我，我把你眼排了啊，你开始躲了，对吧？我不排眼，正是因为他有眼，他才有安全感。这个时候，你无论是打时间差，还是打角度，来干个他，他都防不住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什么是时间差？就是利用你的移速，利用这爆炸果实打时间差，他看到你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啊，或者呢，从这边绕过去，什么皇子啊、雷克赛啊这种，对吧？哎，找角度，他肯定防不住，他又有眼，啊，视野又好，对吧？看不到你，他这时候才会不防干着，才会松懈，你才有绝度，啊，他们可能打这个东西去了，有可能抓中了，不用管，哎，不用管。喝口酒，不去啊！我知道他们来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但是你看，我不为之所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浪费时间。牛傻，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这个古拉加斯的输出啊，特别是电型古拉加斯。那个一点点爆发还是有的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不是那种纯的硬爆发，也不是，就这一下，加上电刑还是可以的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哦，你若亮牌子，我就带你走。你若不亮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听说你这里有真蓝，我知道你有真蓝，但是对不起，刚到的时候一手时间差，来不及了，喝一口酒，他不走了，睁眼，啊，没有，有没有我都不排。绕后一口醉酒狂暴，接惩立在惩戒之滚动酒桶，吃药不要接，注意勾引，哎，让他们有一种可以打赢我的感觉。但实际上，哎呀，还什么呢？你的反手怎么说？他就那个走位，哎，踢不上不上，反手滚动酒桶炸跑，溜前过不对，赶快撤退。过来给到，掐好你的 Q 的 CD 啊，来 Q 我走位啊，看到没有？来走位啊，这就是技巧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掐好敌人的小 CD， 主要技能的 CD， 你就知道什么时间该走位啊。所以他根本提不中，啊，勾引成功，喝口酒。死神戒指，出火！解释一下硬爆发的区别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非常好。刚才我在说的时候说了一个硬爆发，一个软爆发。首先我先跟你说一下什么叫硬爆发。辛德拉的爆发你懂吗？杰的爆发你懂吗？啊，这个属于什么？属于硬爆发。那软爆发是什么呢？就我的要求比较高，就什么呢？就是我需要有电刑，需要醉酒狂暴，然后呢撞过去筒子 A 一起触发，哎，那这种要求呢会比较高啊。
它这个爆发呢它是有，但是它是偏软的，懂吧？啊，偏软的。你说你要没有电刑，你没有醉酒狂暴，你能打得出来吗？你打不出来，知道吧？时间到了，没有什么太高的爆发，有的话，哎，加上这个什么，这个东西，法术回升，你都得有，你才有爆发，否则你输出就比较低。你看这一下，好，打完没了，啊，比如说电刑触发就没了，啊，你在短时间内是没有了。它是一个这种百分比电刑，这个比较固定。他受的加成影响并不高，偏软，懂吗？定。他受的加成影响并不高，偏软，懂吗？你像杰辛德拉不一样，你法强高，你瞬间你打出来那个爆发是很高的，而且他还能够持续，知道吧？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然后。不杀啊，不杀！现在我们推，有人敢靠近我就反手一个一阶闪现把他撞回来，拿破破酒桶把他炸回来。滚动酒桶，哦，把它挡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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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，哎，技能就是不交，我就问你怎么说，花里胡哨不吃，得。哦，来这个蓝 buff， 这个蓝 buff， 好，来 buff 吃了，我们搞大龙，这个不要，好，我们直接大龙，来大龙。我们这个优势完全可以打大龙了啊！带个这个，把这个卖了，再来一个这个东西，减少 CD， 到后面出一个正义荣耀，团战帮助很大。我现在非常的肉，而且很有弹性，我这个肉是很有弹性的，因为我有欢乐时光啊，而且呢输出很爆炸。炉灯，醉酒狂暴加电刑，三个一起出发，瞬间爆炸。好起，杰在下，不理他。等一下，你在干什么？炸！醉酒狂暴炸 ！Q， 一手往上一撞，先把他炸开，先保护一波队友。就问你，滚动球头站在他的身后 ，A 一下，就近打，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。好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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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，醉酒狂暴，死不了。哦，这个东西啊，你以为我死了？对不起，并没有。回家。滚动酒桶，时间到了，我去打一条龙。我们贾克斯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好像上厕所去了，等他来啊。好，来了，来准备大小龙开工。收一条龙，好吧，两条风龙，
一速加成。走了，龙搞起来，龙搞起来，这个优势不打龙干什么？稍微等一下我的惩戒啊，龙被抢就尴尬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好，他们来了，打龙是假的，逼他们来打团是真的。好，开起来，一手撞大招把它炸开，保护一手吃掉，怎么不接哈萨给？一手滚动酒桶，好，一手撞接滚动酒桶，我来扛在前面，一手醉酒狂暴，你拉着你拉，看你怎么杀。醉酒狂暴，一手顶，喝酒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，给你一手滚动酒桶的缓速桶。怎么说啊，对不起，跑得快，长得帅，鲍德莱克并不理他啊，对吧，配合的并不是很到位，等我下一波，主要火男被拉了你知道吧，所以呢我们输出少了不少。喝一口酒，不急啊，不出意外他 ADC 会过来，但是呢我杀他辅助海底捞，掐好时间点。哟，这个炸的，这个抓的我还就那个没太看懂，还就那个你搞这个东西，你以为啊啊，在下姓刁名德一，连打带跑，一气呵成啊！怎么说？都时间到了。搞起来！大龙继续搞起来！啊，上把配合的并不是很到位，这把让你们感受一下我。哎呀，什么脸开了点儿？这个东西，大龙无伤，武器大师往这边走，就逼他来啊，就逼他来。实际上并不是，你在干什么？打人，实际上是打人的。哎呦我靠，这波多好啊，机会都已经被打废了，已经被打废了。哎，拉的不错，好，拉的不错。哎，他这个人吗？我。吸，哦哦哦哦，来了，完了，没啥用了，我靠，拜拜。这个大腰带啊，问题并不是很大，配合的并不是很好，但是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，来不及了。这个计算绝对是能算得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会被现在打回去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们这样打其实是没有问题，是正确的，但是对于配合的要求比较高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
我们一旦防守，那你会发现靠我一个人的这种单人开团，不需要依赖队友的这种严谨的配合的时候，你发现哟，他们还是打不过，懂了吧？啊，所以问题不大。你看好像哎呀打来打去花里胡哨，那是因为我去打了一波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团战啊，节奏比较快，但很考验配合啊，配合的不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，但是无所谓，你看他们一推我马上就能打回来啊。贾克斯带可以，我大招防守很强啊，他们只要一走好推他中，哎，推他中死了无所谓，你在不要劫，好杀他劫才是最重要的。情况不对，我好久先撤退，好炸他一炸，哎，给你一个滚动酒桶缓速，溜了溜了，给你一个滚动酒桶，溜了溜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拦截一波他的兵线，哎，听说滚动酒桶，哎，风筝小王子跑得快，移速495，怎么说？哦，故意给他一拉，哎嘿嘿，哎，溜了溜了，拜拜。配合的并不是很到位啊，哎呀，打不打得过？给他，我这个东西随他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只要这把不投，我们还是可以赢的。我闪现好了，等会这个他们没有大龙 buff 了，不投也能赢啊，估计不会投的，队友不会投的。且看我一手一闪丢他做人，好吧，一手一闪教他做人，不要投，我们可以打，你们为什么点投降？可以打，不要投降啊。继续啊，好，搞得不错，看我一手一闪 Q 他做人，好吧？不给你们展示一下古拉加斯团战的一个开团能力，你们恐怕搞不清楚。哎，往我这跑，好，防守一波，贾克斯你带，我守塔无感，喝口酒，来一波兵线。他们这波虽然我们死了人，但是他们推不了。哎，下路的兵线我正把他。好，下路一个，你推任你推，反手把你推。好，下面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好绝度，两个，开锤，力在打脆皮。非常好，并不是很缺，得来人了，跑，哎，协调要好，协调性要好，协调性要到位。哎呦，我这胖子怎么变颜色了？哦，被上了一个那个，被上了一个 buff。好，得，你在干什么？好，情况不对，古拉加斯一手撞接醉酒狂暴，滚动酒桶接挡住醉酒狂暴，反向走位，情况不对，我先撤退，游戏结束。啊，怎么办？嗯，打人出母的吗？难不难顿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把已经GG了。嗯，古拉加斯的这个酒可能酒桶里面装的是假酒，
带我复活，把这个银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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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银卖，把这个银卖。七星宝珠召唤神龙，嗯，我靠，五绝多，嗯，诶，五绝多，都时间到了，搞得不扯啊。请叫我斗鱼团战永动机之绞死棍之团灭发动机。来，大龙有了，这波有了，这波 B 团他们少一个人，不谈。来，速度 ，Be quick，Nice， 结束，必死，不死我一头战死。啊，你不死我一头战死，大龙收掉，看好家，准备快速回城。我的一手，哎，我怎么动不了？我靠，哎，哥们儿，好 ，OK， 来哈萨克给他一个风墙。你在干什么？好，非常好。你在还是那个干什么？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滚动酒桶。你在干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干什么？哦，继续。Go home, go home。推土机有点凶啊！推土机怎么说？搞不定。哎，有绝度，哎，你说，啊，你以为不谈中路复活，对不起，失血翻盘，史诗级战斗，世界级战斗，经典再现。来，大轮大轮继续搞起来。贾克斯复活甲已出，我们不能再出去了，出去加没了。我去偷一下龙，算了，不能偷，万一没偷到死了，队友就扛不住了。因为我是核心，虽然我不是输出，但是我的重要，我的作用，是我们这边团队最重要的，所以我是核。我来了，咱们干，好，现在脱节。好，非常好。大龙虽然可能要丢，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爆炸。挡在前面，滚动酒桶一开把你连住，蓝盾一开死。好，复活甲再走，家里面走一下。我靠，家贼娃子。啊，加没了，我操，完，哎呀。